好，我是人间猫。今天呢，很开心可以跟摄影师伟翔合作。我们想了一个企划，这个企划呢，我们频道都会有各一支影片。那如果呢，你们很好奇呢，伟翔呢他是怎么帮我这支影片布的光的话呢，那你就可以到伟翔的频道呢去观看他所有的幕后的布光，他会很详细的讲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布光，然后还有数字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器材，你需要什么？没有那么详细，没有那么详细吗？就简单的分享怎么去打白天的光这样子。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到伟翔的频道，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，你们就可以去看影片，要记得去看哦。那另外有一件事情呢，想跟大家宣布，就是我终于成为 Music Notes 的合作的音乐家。那 Music Notes 呢，它是现在线上呢最大的数位出版，他们跟全球呢各大唱片公司啊，然后还有乐谱出版都有合作，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呢就可以在上面呢合法的去出版他们的乐谱，所以呢接下来呢我的乐谱呢都会在上面贩售。那今天这个乐谱有在上面贩售，总共有两个版本，一个版本呢是独奏的版本，那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钢琴还有两支长笛版本，你们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乐谱。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也欢迎你们给我实际的支持，抖内我的频道，还有购买乐谱。那就这样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